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郑元畅。今天小纵所佩戴的是 Master Ultra Thin Blue 18K 玫瑰金款式。那当然，刚才我们前面已经为大家展示过。那当然，在此呢，我们这一款呢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是18K 玫瑰金的一个表盘。好，我们先让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我们小纵的独照。那它也佩戴着我们这一支非常独特而且相当有味道的 Master Ultra Thin Moon 18K 玫瑰金款式。那稍待我们也会请小纵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表款不一样的地方，还有他喜欢它的一个特别的品味在哪里。当然，这个表款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较于过往的 Master 腕表更为轻薄。那这个表款除具备十分秒大三针的指示功能，位于六点钟方向，设计了大型的月相视窗跟日期指示盘。那表壳的左右两侧有隐形的一个月相跟日期的快条键。好，小纵你好，好，今天做访问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小纵今天真的是非常难得哦，最近呢他都忙于他的工作，那比较少在这个大众的一个公开媒体跟大家见面。那今天来参加我们当然机交表在我们的 ZOGO 复兴馆的专卖店的开幕，那佩戴上这一款表之后，自己对于机交的感觉跟这认识有多少？在我的印象有记忆以来，就是它历史非常悠久，是的，然后价格也非常非常的惊人，跟它的年龄成正比。哇，有178年的历史吗？我刚偷偷打听了一下，那个刚刚露露佩戴的那只表，1300。哦，那你这一只呢？不过呢，我这一只，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喜欢它，是因为它的价钱非常的亲切。是的，是我负担得起的。没错，你绝对负担得起。玫瑰金的这一支大家特别注意，58万嘛，对不 对？所以呢，你看我发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。所以小纵你带上它，买了它，你就会发了。很想把它带回家，就是老板在哪里？真的吗？就在那边，他在跟你挥手哎。哎，老板，你看那么亲切的老板。对 ，Nice to meet you。希望老板可以给我一个就是大折扣。对，以他的笑容，我觉得那个折扣跟他的微笑的比例是一样的，好吗？相当的大 ，OK。不过我想，如果今天这个小豆喜欢到这个机械表，也是我们的荣幸哦。那当然，其实我最觉得这只表非常的适合你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啊，这个所谓可以看这个月相的表款哦，当然非常的清楚，而且它的表面呢真的是非常的利落，不管你的穿着打扮、实用功能性都非常的好。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很内敛的时尚流行的感觉在里面。没错，所以这一只是58，刚才金刚的那个打造的表壳的话才30万。哦。所以其实很多入门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这一只，对不对？如果想跟小纵佩戴一样的腕表的话，也是 OK 的。